领主大人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吗？这就是我们联盟的聚集地了，快传送过来一起玩吧。让我们去看看联盟的聚集地吧。哦，刚才的战斗有一些惊险，快带着战利品回家吧。我准备了一个任务清单供您参考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明智的选择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，为了部落的荣耀而战。部落是一群拥有同样信仰的人，选择一个喜欢的吧。领主大人，您收到了很多部落的邀请，选一个您喜欢的加入吧。就是这样，让我们升级要塞，解锁更多的高级建筑。嗯，很好，现在就可以在兵营旁边的小屋训练一些勇士了。要在这片大陆称王，我们需要强大的部队，先建造一个兵营吧。现在让我们进入城市，这是我们族人生活繁衍的地方。这是您的第一个据点，您还可以升级据点或者建造更多据点来扩大领土。领土给予我们资源，还使族人免受伤害，守护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接下来请跟着我回到您的领地，您的族人在等待着您。让我们缩小地图，先看看这个世界吧。在这里只有最强者才能成为大陆的主人。哇哦，欢迎加入野蛮时代，这里是充满血与火的远古大陆。啊哈哈哈，嗯，哦，啊，嗯哼。Yeah! Yeah! Yeah!